这无人机，无人机，无人机。好，没事儿，这无人机，哎呀，有意思。今天是2023年的9月3号。我女儿给我用无人机想办法，给拍一个太极剑的视频。这条路呢，人还是络绎不绝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寻找一个什么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背景是最佳，但是打太极剑呢，我刚才试了一段，它就是地面呢不平整，对，打太极要求地面是绝对平整，还有一个就是它，站的这个地上从这儿看不出来，但是我站的那个地面刚才在这儿呢，就有15度的斜坡，所以我感觉到呢。比较不稳，试了一下，这地下是我俩的东西，我呢，有了这么一个，无人机的这个，摄像师，这我女儿，哎呀，我感觉到就是，这超级幸福，哎呀，超级幸福，好，呀，有意思，等会儿我再拍，再见。